杰哥于2019年结婚，隔年生下女儿法法，成为新手妈妈。先前她透过社群宣布，明年1月即将入住新家。不久前开心分享厨房的照片，没想到有网友直言新家厨房的空间太小。对此，她解释到，新家有35平，空间足够一家三口生活，毕竟能力就到这里。笑称一年可能用不到10次厨房。日前，杰哥再度发文表示，透过买房子的贴文就可以发现，很多台湾人都很爱指教别人。他强调自己没有生气，只是觉得有点无奈。本来只是开心的分享厨房终于装修好了，结果就开始有人说厨房太小，之后破装潢文一定又会有人来指教。杰哥直言入新厝是开心的事，应该留言恭喜，而不是批评格局装潢不合适。只要自己喜欢，一家人住得安心舒适，就是一间好房子啦。Bye.